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。这首歌呢是为声音猎人特殊儿童主题写的 Silent。 静静地看着我，轻轻地贴着我。这首歌呢是我和子超经历过几次跟小朋友的拍摄之后呢写的一首歌。那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，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种非常安静的氛围，但是却有非常澎湃的感受。那后来就有了 Silent 这首歌，中间有一些小插曲，比如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有一段我被小朋友咬伤，然后因为真的蛮深刻感受的，所以我把它用一种方式写到歌词里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 Silent。